看到就是我们三立在高雄梦时代的跨年，是吗？看到幕后，对，然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一些幕后啊不为人知的一些他们彩排的片段、练舞的片段，包含是最受瞩目的华剧小生们哦，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吴以威、陈婷妮、小玉还有佑胜，而且陈婷妮竟然可以这么的放松，我真的觉得你非常的棒。哎，等一下，那关于之前的打赌事情，他要请客事情，那要怎么谁来评定啊？什么谁来评定？我已经邀请了，我已经邀请了，确定邀请了，我确定邀请了。好了，好，反正我之前打赌，我就说陈婷妮一定会跳错，要不然他唱歌就是会走音。但是问题是，你有看到他片段吗？你不能再讲讲就相信啊？也是，所以你还没看到？非常成功吗？工作人员说非常成功吗？我想也是，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吃嘛。结果吴以威他也要来凑个人哦，吴以威大家要一起吃，吴以威开什么玩笑，哎，人家现在是懂自备的，好不好？这种差钱他没有放在眼里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三立在高雄梦时代跨年幕